白紧张了吧？嗯，没想到成功企业家这么好相处。我们一家人都比较好相处。那你就看不出。你再看看。哎呀，不能对神树不敬，我还有愿望要许呢。 去吧。我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，我已经帮你许完了。你现在手上在做的是培育适合非洲种植的优质黄花蒿品种。 我这几天看你一直在实验室里忙，就许愿你的实验能够早日成功，在非洲的大地上成功。你知道了？嗯，毕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嘛，王主任和老李也很熟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希望你继续前行，去追寻你的梦想。沙丘会随风改变形状，但沙漠永远存在。我们的爱情也是如此。 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猜得到底准不准嘛？你许的愿望是不是这个？不是。啊？那是什么？我许的愿望是，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感觉很温暖。 察觉与淋湿我一半，乌云被吹散，时间也很慢，阳光洒下卷卷光环，我用力向着你跑去，抬起头再用力呼吸。 哪怕再大风雨，我不会犹豫。我亲爱的小美，这是给你写的第97封信了，好奇怪。 明明每天都发微信、视频，但还是有那么多话想跟你说，好像怎么说也说不完一样。这还真不像我。昨天梦到了我们一起去的神树，我预感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，可能在你收到信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批实验苗就能长成。 这次实验如果成功，也多亏了吕姐去阿拉善提供样本交叉分析结果，还有大齐和尼克坚守实验室，完成基因测定的工作。你看我，不知不觉又说到学术了。 说说别的吧，老李终于领证了，每天微信都给我发 NI 照片。昨天你说甜甜和静熙在筹备婚礼，可惜我来不及参加，就画了一幅画，略表心意。
每天都算着我们能见面的日子。想你。我也想你。接到了吗？已经接到啦。这次又要去哪儿？我跟你说，米其林三星在我这儿已经不叫惊喜喽。什么嘛，装神秘。你那边都已经后半夜了吧？快点放下工作，现在马上睡觉。Yu Zhong wants to sack, in particular the love, care, and the support from Mei Ren Yu. My dear, thank you for making me a better person. Will you marry me?后的天气遇见某个人，偶然的回忆，然后孤单世界都变轻，脑海里的声音怎么回避，依然被治愈，两个人的世界，骄傲的存在，就是我向你走来。你突然闯进来，心也跟着打开，告诉我这瞬间能变成未来。两个人的期待，像梦一样精彩，候鸟循着光。光盛开，等候鸟飞过来，决定你是我的未来。决定飞向那颗星，在人海中穿行，遇见最好那个人。世界。